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求下列不等式解的范围啊。我们看第一个，第一个哈、哦，我两边给它加 2x， 这个加 2x 是 3x， 啊，这加2就没有了，两边再给它加 2， 这个加2就没有了，这个加2呢是等于5，啊，3加2是5，两边再给它乘以三分之一，啊，这 x 就大于呢三分之五，啊，这个就是它的解。啊，假设三分之五在这里，啊，三分之五。好，再来看这个，这个呢，我这个啊，先把它展开了，再把它展开是三 x 减六，减六嘛，加一是减五了。那我现在哈、啊，两边给它减呢三 x， 这是负六 x。好，然后的负六 x 哈加二。小于等于多少？这三 x 就是这减三 x， 这减了三，这个没有了。那这多少？这负五哈，这负六加这个负五，啊，这负五了。然后两边呢，再给它减多少呢？减二，哦，负六 x 就加负二了。小于等于多少？加负二是负七。两边呢，再给它乘以呢，负六分之一，哦，这乘以负六分之一。乘一个负数以后，不等号要颠倒过来，这个是大于等于多少呢？六分之七呀。好，那假设六分之七在这里，我六分之七，那就是这个范围了。